好像缺少了什么，应该要把什么东西串进去，去找下符合这块区界的碎块吧。两面安，啊就打你个人，哇！死神，你是在闹我吗？死神，死神！哇啊！请问我一起吓到了，还在去看吗？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？你，都还没动，为什么还没动？你干嘛要那么害怕？啊，对，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没事，我也知道自己长得很丑。你为什么会讲话啊？喂，有点安安，哇，我的身体被夺走了，真是好痛苦啊！身体被夺走了，是啊，不知道是谁用替身的仪式成功之后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好，做梦。我名字叫做什么一皇，是这个房子的什么什么童子，什么什么童子啊，你是给我们家里带来幸运的人吧？虽然我不是人，但是我也不小心给你们家里带来的不幸，因为我没能好好守护这家人，所以就被夺走了，所以被神夺走了我的身体，是因为我的错吗？不，不能这么说，也说不清是谁对谁错。然后呢？他身体很像铅笔，你知道吗？六号九五安安。其实我本来想帮助你的，可是看我现在这身体，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小心点啊，小童。这个家里除了给你的试炼以外，还有特意出来妨碍你的人。所以这意思是有像那种轻轨这样的东西吗？是吗？嗯。是吗？你不要来吵。哎呦，有点恐怖哎，怎么办？你所说的指的是，对不起，我已经痛苦到说不下去了。啊，消失了。这房子还有什么东西吗？一个箱子。我不敢走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怕怕了。我怕怕了啊。没东西吗？这里附近真的没东西吗？有像轻轨这样的东西，我马上关掉。给我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好恐怖。装备。小熊仪式。所以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系统啊？吸什么？你多呢？好，我们走吧。你两个哦。走哪里？没有钥匙打不开，所以这边是有钥匙吗？不可能，没有东西吧？一个箱子，哪里？狗嘞？那什么鬼东西呀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喂，所以我跟你说，玩这种游戏不能动静止，就是这样。
是我心理作用吧，我希望如此吧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去哪里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。有35个人。嗯，这也没东西。要看镜子吗？我不想看。好吧，没东西，去哪？楼上吗？钥匙，没钥匙打不开，就是厕所。哎，多呢，没有钥匙打不开，没有钥匙打不开。接下来去哪里呀？又是要钥匙，你们不要吓我了好不好？我真的会直接关游戏的，我真的会直接关游戏的，你们不要再吓我了，不要再吓我了，我现在已经够怕了。要去哪里呀？是要去哪里呀？所以呢，上面走过了，靠壁走过的，有红手的地方，哪里有红手啊？没有啊。哪里呀、啊？哪里哪里有红手啊？他的叔叔在哪里呀、啊？对，我找到快步，对。安啊，W A I R O C 一二三。啊，那个布在哪里？布，没有。慢慢查吗？我盖住眼睛先。我总觉得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厕所了。很多呢，妈大林林安安。很多。在叔叔房间，叔叔房间在哪？自己不能开啊，自己是楼上啊，自己也不能开啊，那里是厕所啊。对的，那里是厕所，这里吗？对，嗯，这么说呀。看不明白，有吗？我没有钥匙啊。真，你说好不好？那等下我来一翻一个鬼从荧幕跳出来，那个就真的很恐怖。我有点不敢玩下去的感觉，怎么办？HINENEN。哈瑟比康安安，丹德9709七安安，
我不 OK 啊，我这就很不 OK 啊，啊，好恐怖，我不 OK 了，我这就很不 OK 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没钥匙打不开，我卡关了啦！要去哪里？舅舅房间是哪一个麻房间啊？舅舅房间是哪个？这个我查了啊。我没看到有红手啊，红手房间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呢？东西耶，乱走啊，都墨子，哪有啊？没啊，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，在兜内。各位，我卡关了，我都没东西。每个房间都去过了啊，都没东西啊，我真是卡关了啦。叔叔讨厌我啊，好吧。我相信世界末日啊，我不相信啊，世界末日我还可以坐在这边玩游戏吗？对的。现在可以走出去了。说嘎，这都你不能啊，还不能扯。哪一个话？看视频的话，我不如直接看攻略好了啊，我就不用玩了啊，对不对？这都你没有没？没有，找不到。点的啊，全部都点的，没有。我字典就是很多卡关这两个字。呢，そして，哪个门看过的啦？哦，没东西啊，卡关了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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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！没有钥匙啊？我找东西吗？空空，没东西。好了，自己有卡关这两个字啊，谁说没有？某房间里吗？嗯，可能是我心理作用。啊，多尼，没有，找不到。知道，对啊，没有哎，你找到卡发卡就看到叔叔了，发卡在哪？睡觉。